那魏无忌果然浑身是胆，第一次打仗就可以带着800骑兵闯入羯族腹地。都怪我一开始没有坦白，让大家错失了机会，没办法在他窘困的时候找到他，被莫寻羯族先登。恐怕我得用加倍的力量和诚意，才能把心玉的心收回来。一时的错过不能变成一生的错过，所以我要用我的真心诚意来打动他的芳心。我会让他知道。 只有我魏无忌，才是最适合他的男人。这世上只有你，我从来不打算提防，因为我一直盼望着你一开始就能走进我的心中。我只爱你一个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，距离开播还有2天。大家好，我是魏无忌。 与你相约《风中奇缘》。